Hello，晚安。我书桌灯坏了，所以今天没有灯。今天没有灯。Hello，Hello， 塔瓦哥 ，Hello， 阿雄，阿法志宏，小易 ，Hello， 晚安。可乐王思源 ，Hello， 浩易，谢谢思源送的可爱海龟，晚安。今天是不是很多人播？我回来台中了，我现在是台中人，现在是台中人。嗨，小小 ，Goodbye， 米塔。Hello， 现在，七月 ，Hello， 现在过声音好，真的吗？太棒了！我旁边，我要跟你们分享，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旁边多一台电风扇。阿华 ，Hello，Hello， 雨萍，新野人，笑笑写的手枫叶，易凯，台中安 ，Hello， 玉伟 ，Hello， 安小卡拉卡小恶魔，晚安 ，Jack， 阿奇，有冷气就够了吧？对啊，嗨，你要在这边吗？没有，你要待这边吗？干不起来。Hello，Hello， 博云一代，代代，谢谢涛哥送可爱海龟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博云，可以偷他的。志宏 ，Kevin Ray，Hello， 晴湖晴天，估计把电风扇丢掉了吧？其实这是我们家客厅的，因为我们家客厅这台有点故障，所以它算有点坏掉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回来的时候它出现在我房间。在我的房间，是说你上次直播档，你到结束之后才发现没关麦克风。直播没关麦克风，什么麦克风 ？RTY，Hello Adam， 晴天 ，Hello， 谢谢分享直播间，谢谢小易送一元棒，新人送的可爱海龟，杨雄 ，Hello， 思豪 ，Hello， 你好。小猪耳朵 ，Hello。谢谢博云送我带我走，晚安。你们都是讲好买穿 PMT 吗？谁也这样穿，很巧哎、欸，这么巧吗？这么巧吗？录进去。哦，你说你录我的直播档，然后你自己的麦克风没有关，所以你录到你的。安静有看奥运吗？有诶、欸，有，我有，这两个礼拜看到四五件吧。我上礼拜是不是也穿？就是我放在台中的衣服。我要跟你们分享我刚发现的新东西，就是 iPad 可以充手机耶、欸！我落伍了吗？我只是突然发现，我觉得很酷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君汉 ，Hello。今天特别漂亮，真的吗？谢谢你，真的。对啊，我刚想说，因为就是 iPad 的那个孔跟充电的那个孔是一样，我想说，不然我来插插看，然后就发现啊，充得了电，太棒！我想说，其实我刚刚你看不懂，可是想一想懂的。好以 ，Hello， 俊颖，是呀，卡丘 ，Hello， 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我这衣服是我妈买的，你就当没键盘的触碰笔电，没键盘，大概是，好暗哦，怎么办？谢谢阿雄送幸运，谢谢草屋，默契，西恩 ，Hello， 切尔东。双眼，夜空 sky。我刚刚有去玲玲那边听，应该没有人发现我吧？希乐 ，hello， 幻影战士，阿鹏鹏 ，f，hello， 九蛋 ，hello，hello， 君燕 ，hello， 小亮 ，hello， 我不是，
只是我刚刚突然我过去之后，笑笑就问玲玲说，说那安呢？然后就，应该没有吧？我还特地改名了，你们不要这样。哦，玫瑰味，好暗哦，怎么办？我回来之后，我昨晚上发现就是我的房间有点墙壁边缘有点小积水。对啊，所以我看到了，就是我以为你是知道我是哪个，所以你才点我，就我听到了，不小心听到了，没关系，还好他没有讲我坏话。雨这么大，对啊，直接渗水，你只是刚好闻到，对啊。然后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那我的书桌灯就开不了了，可能坏了。可是这个书桌灯它也跟了我，书桌灯跟了我应该有十年了，该换喽。笑在里面都很乖，对啊，来这边都这边乱，没有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，妮妮。Hello， 台湾哥，积水，对啊，我还以为我在台北呢。坤坤 ，Hello。NG Hello 晚安，谢谢小玉伟送元棒，朱迪安晚安，偷偷来时不能心虚啊，我没有心虚，小心触电，好的，哦，小心漏电，你没有担心我触电，漏电，单细胞七二 Hello， 看我把你摆这么前面，哎呀笑笑，居然是这种人吗？推广圣诞 T 的部分。朱里恩，谢谢送元棒。老桌灯了呢？对啊，它是要先拔掉，是不是？先拔掉。等我一下，洛克 ，Hello。哦咻！哦，我的地板软软的，天哪！哦。我要遮住我的头顶，不然你会看到我的秃头。OK。哎呀，继续这么严重。Hello， 金杰大叔，地板软。对啊，不知道什么，发的时候别被点到。没事。哎，我吓到了，笑笑，你是神推小慧，居然吗？包子 ，Hello。阿龟 ，Hello。月笑 ，Hello。阿龟最近不爱我了，我难过。吉亚 ，Hello， 社长晚安，威竹 ，Masha， 我没有撞到头，我家是盖在沙滩上吗？我没有，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漏水啊？好夸张！小勋 ，Hello， 志祥博云，我没有撞到头，我没有，你们在什么？不是你们不觉得吗？只有我感觉到吗？来说说你们有抽中我的纸笔吗？是一次抽到两个月份，是不是屋顶有裂缝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你我不是住在顶楼哎，我上面还有。你装的，是这样吗？谢谢 Kira 分享直播间，你还没收到啊？真的没抽。下次可以抽抽看，不抽吗？我要先跟你抽到六月份的朋友们先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我这次很赶着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签到很好，就是，但是我有尽我的心力，对，我下次去的时候看还可以再补签，多写一点东西，我没有画很少，但我觉得版面满满的，就是因为六月份的已经。本来就够满了，本来的画面就够满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画什么东西。可是我不能先给你们看，因为你们没有收到。嗯，他 Panda Hello， 什么反正什么，我的没有啊，我的还行，只有收到一张纸。
七月有料，我觉得七月的，我来跟大家说我的喜爱程度好了。六月份的我比较喜欢，我喜欢半身的。七月份的，七月份的我喜欢大头的。因为我觉得画面都很满意。嗯，姐姐 ，Hello， 黄鱼，玲玲关播了吗？反正抽不到，你就收到一堆贴纸。我觉得我蛮意外，小小会落的，意外。谢谢小富的送温收礼，还在开。那我要来跟他聊天喽，他会拒绝我吗？我们可以跟他聊天聊一下。要聊什么？要拒绝我吗？Hello， 我还没有跟别人联播过哎、欸。你哦，真的吗？太开心了吧！嘿嘿，你有跟别人联播过吗？有，我跟嗡嗡。好酷哦！彼此没有，我是在直播吗？什么？你是刚好在直播吗？对啊，我刚九点，因为我刚刚前面去偷听你直播，然后听到你在聊我。哦，不是，我本来要九点关，然后我刚在在分析每个人，然后依据我的观点，然后就有人说可以帮我分析安安吗？有啊，笑笑讲的吧。哦，所以你刚好看到我直播，还是有粉丝留言说没有没有，是我刚刚在看你，我刚刚在看你直播。啊，偷看我直播，他很想看我。对啊，有点可爱。有点可爱。为什么这样讲话、啊？我刚刚讲就是前面有讲说脸型，然后我就很羡慕佳恩的脸型，因为他的脸型就是没有，我记得很圆哎、欸，大水肿。可是你的脸圆不是那一种圆，你的圆是鹅蛋的那种圆，很漂亮的那种圆。现在本来送的紫普守护灵，可是我喜欢你的脸，可是我喜欢你的脸型，就是我发现我脸型有三种脸型，就是微笑的时候脸是圆的，然后露齿笑的时候脸是尖的，然后不笑的时候是、嗯、就是椭圆形，是鹅蛋脸，是好看的啊。佳安肚子为何长叫？佳安为什么肚子很长叫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我肠胃消化没那么好吧。你们不会吗？就吃东西的时候肚子会叫？我要开个瘦脸，看看我脸好大。可是你会很吃到很饱的时候就会很想吐，就是会想要干呕的感觉。反正就是我吃到很饱的时候，我觉得肚子就会很痒，很不舒服。就我不能吃太多东西，我不喜欢吃东西。你要多吃一点。冰箱还有豆花，我跟佳恩常吃豆花，对，我们常吃豆花，可能就是练习结束后就说要不要吃豆花，然后就会聊一下。对啊，没有啦，谢谢林森带你去流浪，我下次也要去偷看佳恩直播，可是我会看补档，可是补档的佳恩直播，补档豆花，没有，我们不是晚安组合吗？我们是晚安。对，三十块，你要下播了吗？还没。我下播，你就要去自己直播了。对啊。好啊，好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什么尴尬？什么尴尬？什么这么尬？玲玲可爱。充满着尴尬，不是，你知道我们私底下不会这样子聊天，就是有突然有一种很生疏的感觉。因为尴尬同学，没有，我刚才原本想要跟他讲说我听到，就是因为刚刚玲玲在聊，就是聊我嘛，然后他就讲说他觉得我小聪明，对，我觉得我其实蛮小聪明。Hello， 世宏，我有看到你的 DC， Hello。玲玲直接关播，真的假的？直接关了，我尴尬。
蕾蕾 ，Hello。因为我觉得我是怎么讲，可能小聪明哦，也不算小聪明吧，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小聪明。不点播就不会尴尬了，不熟了，没有我们的不熟，我没有到不熟，只是很尴尬。他会以为这样才能结束这个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是哎、欸，可能哦，他应该是连播。联播不知道，因为他说他第一次联播啊，所以他应该以为要关播。天哪！因为我昨天有见到他，我就觉得他是那种真的是天然呆那种。可能你会玩游戏，有游戏头脑聪明。小聪明哦，小聪明。其实因为我是一个讲话蛮直接的人，大家都知道吧？我是一个讲话很直接，但是可能会在不经意就是可能会伤到别人的那种。然后我身边的人就会拉住我这样子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就是我可能不是要表达那个意思，可是从我讲出来的话就会变成那个意思，对。就是我要讲的东西不是那样，这就是我一个缺点吧。只有你知道安头最好是啊，最好是，对啊。我还在抓要怎么办，因为我是一个像他刚刚讲说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，对，所以我就是不想要被人多说，我就会插话，可能就是加进去可以讲一讲，可能发现自己讲错话，然后我身旁人就会拉住我，就可能提醒一下这样子。怀疑安安如何生存到现在，没有被打过是不是？我很怀疑。谢谢笑笑送可爱海龟钢铁 Hello 加速，早安！我没有鹅蛋脸，我真的没有鹅蛋脸。你们看圆成这样哎、欸，可是我要跟你们讲，我真的最近有瘦哎、欸。我需要会拉住你的人，对，嗡嗡。昨天麻油也有拉住我，对，对，就是我身边需要这种会拉住我的人。哪是五人？你们这些人，我不想成为圆的人。对，我很怕别人讨厌我。就是像嗡嗡就会跟我讲说，他觉得不需要，因为他觉得说少女们就会觉得说，好像一定要大家就是跟大家都很好，但是他觉得不需要这样子。突然想到一个冷笑话，什么笑话？柯文哲的臭臭妹，每个人都自己说自己的，差一个身份，没有，我不是，我差爸爸的身份。今天超多人传给我的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有免费龙虾可以吃。”我就说：“我是爸爸吗？”就是好像就是很在意别人，对，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。望向你，你是女儿，对呀，少男，笑笑，我昨天有看到你的名字，你还是觉得二期最好，这个看好你，其他人也不错啊，我觉得玲玲是一个很棒的人，嗯，对，他真的是那种所谓的天然呆，你脸这样圆，你都要快要椭圆了，你有圆吗？因为我记得我公园看到没有圆。不是瘦的吗？还是我认错？太黑，黑会显瘦。你的，你旧名字可以吃一整只，真的、哦，一整只是两个字。加好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到天然呆。可是像玲玲讲的，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可是嘴巴。没办法表示我的善良，家俊，所以加速，嗯，哦，所以改加速哦。不过玲玲不说话时倒不像天然呆，对，她是一讲话然后就天然呆，因为她的外表比较冷艳嘛。我对我是直接的点，我是个好人，只是我讲话比较直接，我没有要表达那个意思，但是就是讲出来的话变成那个意思。
所以我身边需要会拉住我的人，好像目前有拉住过我的是嗡嗡嗡嗡嗡肉肉麻油，这三个现在是我会拉住我的人，但我还没有跟麻油说谢谢。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，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，是这样说吗？不知道。我是开关，我家你为什么还是每周一播？跟他的安排有关系吧，可能他比较忙。我只是对我，因为我容易不想就直接讲出来，我没有会想到后果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是同个年代的吗？玲玲 ，Hello， 我们刚很尬欸，为什么啊？好奇怪哦，可能是网络上的关系吧。我们私底下不会尬，楼下二姐谁？没有人敢留言的，这样没有人敢留言的，亚雄。那脑子比较直接，对啊，可以举例吗？你说我吗？你说我讲话，我想想。可能我就不能讲。我来看看谁啊，看来是大胸堂 Ricky 呢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反正以后会学会。我很怕就升大学之后会直接被讨厌，很怕拿捏太多时说话也是很累的。对啊，就是都要想都要想，就觉得很麻烦。对，而且我发现如果可能你想一下会错过的时间，你就会我要想我怎么会考不上。哦对，我今天模拟考，早上考英文，我就考完之后我想说睡一下，然后我就错过自然的模拟考了。然后我老师刚传讯息给我，他说：“佳，你没有考自然。”我说：“我睡着了。”以前上班都被讨厌，至少还是很喜欢。啊！可是我怕你说是我真的是我朋友会讨厌我，我要先准备考试。布丁也刚跟我讲，他说他觉得考试很重要。国术 ，Hello。刚刚回台中了，对啊，我回台中了。反过来说，也是你足以切入重点，所以话语显得哦，好像也是吼，可是不太好。哦，可能假如说我们在讲跳舞好了，讲到跳舞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就可能之前一开始跳舞，可能大家没有跳得那么好，然后我就会可能讲说，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之类的，然后可能就会讲得很直接。然后，可是我没有那个意思，这样。咪社 ，Hello， 只有我可以超越自己。戏编录播，我想考了大学，我妈都跟我说很烂。大学九成都是酒肉跟笔记交情，真的。但做自己也蛮重要的，我也觉得。我觉得玲玲是一个心灵导师嘛，我觉得你可以往这方面呢。大学会被黑的太多，是想出风头当戏边就好。有，我现在就是班上的边缘人，我想要低调。没有，我现在那间我已经快要放弃他了，我考不上了。大学不要把友谊看太重，因为我的高中已经快过完，可是我发现我找不到一个最好的朋友。因为跟我很好的朋友，十年好友，我们的十年好友，他自己也有班上有很好的朋友，我跟他是高一的超好朋友，可是高二的时候变成我们是放学回家好朋友，对，可是下学之后我们是住宿好朋友，嘿嘿，你知道朋友是高中同学，好像大家都是耶，罗斯福路，不行，我考不上。十年也要没有，我觉得他没有，他好像留在台中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这个我不会唱。你的朋友都是从小认识到大的，我现在我觉得我跟他最好也是从小学认识到现在。
居然没有揪上厕所好朋友。没有，我一开始想要找这种，没有，我的失恋好友一开始是上厕所好朋友，可是我后来觉得找人去上厕所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，可能就是他可能这节课有要忙的事情，可是你却拉着他，导致他没办法完成他要做的事情。对，我觉得后来我觉得一个人上厕所很轻松。你们还是男生会，男生有厕所好朋友吗？林林有吗？二届厕所好朋友阿和 ，Hello， 国中交情，我国中到现在没有联络哎、欸，哦有，但是没有联络。男生没在管合作社好朋友硬拉去。哎、欸，我也是，我之前也是合作社，这时不好朋友，后来他们都会跟我说我要睡觉，然后我就，你要当拒绝是不是？好，我就自己去。你有厕所好友，但是喜欢一个人吗？有，我跟你们说，那天有练习，然后我想说，因为我不想一个人搭捷运，然后我想说，不然我等玲玲回就好了。后来我就等到玲玲下课，对，然后我就等他，我们就一起搭捷运。然后就会聊，嗯，可是玲玲说她喜欢一个人，很轻松。我是一个人会怕，捷运我会怕，因为台北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多多很多奇怪的人的地方。应该不是只有我这么认为吧？不跟热食就蛮违例，麻烦。胆小狗因。雄鹰，谢谢追踪。照片买食物，我觉得这样一起去我会怕。男生被去叫去一起厕所，就是在大厕所打他们。真的吗？我想你可以在 TP 找到自信好比赛。嗡嗡嗡，因为像昨天结束后，我其实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要拉住我，然后拉住后我问我说为什么要拉住我，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之后，我就会。心情微低落，然后他就开始他说你怎么了这样，可是我觉得没关系，合作社自己关比较无关。对啊，就是你要一起买嘛，然后你可能对方不买就那我不买了。开心 Hello 家俊 Hello， 看区的不是每区都怪人很多，我觉得北车附近，对，我觉得那边颇多整系男子 Hello， 台北人也这么觉得，真的、哦天哪！所以我每次在台北的时候，其实蛮害怕。我是走路回家就走，然后就应该没有人吧？不知道，也就是怪人心善的。小翔 ，Hello， 不是这样吧？当然要逼迫朋友买。嗯，对，就是一起买啊。翘课不行，这也是学习啊。对啊，对，我是一个。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常说错话的人，我想要减少这个频率，可是偶尔冒出来一次，我就会。高三有晚自习就会有晚上好朋友啊，对，晚自习。你觉得乌梅怪人比较多？你说刚刚留这个留言的人吗？你们应该不会跑过来吧？线上公园你们不要乱跑，待在家里看，待在家里看。对，瞧你们，你们被出镜，张兄就很怪吧？大概吧，大概。员工现在代表是不行，我不能，这样不太好。小猪 ，Hello， 你说，服装都自由吃饭。你们这些学霸，你们这些学霸，嗯，其实我蛮害怕的，我不知道线上公演要怎么办，不知道会怎么样呈现。楼下怪人，在骂谁 ？Hello， 干寒，你刚好是怪人协会的，我知道，没有啦，讲话好呛，我天哪，莫里斯 ，Hello。肯定在乌梅对面看线上直播。乌梅对面是什么？谢谢玲玲送枫叶，谢谢雪影。你居然有，天哪！晚安，
但也还好 ，MC 比较烦。对，就是没有反应就要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洋，然后就在小说耶，然后就自己耶。三传哦，原来不知道 MC 怎么行，我也怕爆，怕好爆。如果玩游戏的话，我就觉得还好。可是，感觉会要我们做谈话性的感觉。尬度加倍，原本就很尬了，更尬了。再说一下请成员帮忙吧。小组 MC 那么吃台下互动。去年我有哎、欸，我有看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完全不尬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特写脸部表情，就会这样，然后镜头这边，周围瞬间沉默几秒钟。会不会我在唱的时候镜头没有转过来，好尴尬。剑骨谢谢宋枫叶，小易 hello， 谢谢 K 上早生鼓励。你们怕的是公司，然后待在家就没事了。谢谢阿雄送一封信，搞不好反而因为这样 MC 会进步，会吗？接话，我觉得接话。草佐还有千瞳，为什么？哎，我真的很想问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们那么讨厌千瞳，请杨雄解释。杨雄，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们那么排斥千瞳。我看到 label 之后，我们组就说我们不能再让千瞳出现，请杨雄。我真的希望这次很，对啊，感觉可以拉一点粉丝。阿才，因为你们掌握不了千瞳随机成分。我们是真的随机，我是认真的，真的随机。我们没有，我们真的不知道里面，我们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会抽到什么这样。可是千瞳进来后，反而让整个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就是没套好的感觉。好的，没套好的感觉，谈话吧。千瞳，考虑要不要回台中看公演？回台中啊，回家。人家是现场能够应变出有效果的演出才啊。说你们主持能力不够。哦，好，懂了。就是我们驾驭不了千瞳，某次某些人明显没接到千瞳的作用啊。我应该有吧，我有接到吧。我也不知道，请台下讲评，你们应变不够好就随机，好，不能驾驭，驾驭不了，不够随机应变 ，OK， 好的，懂了，好久以前，我一开始我直接我非常的尬，哎，这样充电这边的。iPad 电会充到我手机来，然后 iPad 就流失电，那不能，还会没电。能耗是没，就多讲啊。没有电灯，对啊。我现在才发现啊。豆皮客气哈喽。尬也是成长一部分。我希望我未来可以变得不尬。米卡 ，Hello。可是我连拍照，我跟其他成员拍特点就好尬哦，怎么尬？不过韩后就不能开游戏啊？可是怎么办？于是没有扣哎，我们自己在那边。一代コトカアルンだよ、やっぱり韓国人。北原 ，Hello。谢谢他口送爱的小熊，可是我觉得该我也消失，真的吗？等一下我开个灯好不好？这太暗了。喂咻！喂，你没有感觉到亮吗？我觉得有，我觉得很亮。
好吧，没有亮，那这个不需要，走开。有吧？你没有感觉到吗？光线，我觉得有啊。我觉得变亮了。人家的成员是，嗯，有，对吧？我觉得很明显的亮嘞。我们要遮住，可是这杯子太好热了。真的吗？本来就很亮。谁说没有？一点点。杨雄说零，谁跟你零？你觉得怎样？呀呀 ，Hello you Hello， 变黄一点，变黄了。那这样是好吃还是不好？我这边看光线是非常的美妙，但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看起来多少。零零，笑笑，现在有谁在直播啊？哦，我大卢卡，我大卢卡，卢卡在直播。难怪，是吧？哎，没有哎，哎，大陆卡界没有，他不是破镜贴吗？不是吗？哎，他没破镜贴吗？是我的问题吗？他没有破礼拜二，他破礼拜几？为什么？苹果光。呼江 ，Hello， 北极熊 ，Hello， 小翔，不是，因为我记得卢卡一直都播礼拜二，今天没有哎，神奇了。呼江 ，Hello， 他不想跟我这样，是这样吗？我以为太神奇了，圣诞题。圣诞题，玲玲也有给我圣诞题意见。我问了超多人了，我想想问了谁？我问了你，你嗡嗡，面面小慧，肉肉七七，玲玲你，反正我问了一堆人。你觉得哪一个颜色比较好？好了啦，杨鼠 ，Hello， 那该 call 给卢卡了吧？不好。他有在限动说真的哦，抱歉我没有打开限动，是刚刚吗？哦哦哦，所以他原本就不是今天哦，他真的草莓酱 ，Hello， 米优，哎、欸，好久不见哎 ，Hello， 日安 ，Hello， 你没表示，你就继续期待吧。笑笑真的是，富伟 ，Hello， 你是要测试粉丝的忠诚度吗？什么什么测试粉丝的忠诚度？你说哪一个部分？每个成员都在直播问粉丝男生比较狠，你怎么会觉得他们知道怎么回答？没有啊，就是我拿我的，我就是 P 各种图颜色上去，我说你觉得哪一个颜色比较好，然后我就这样画，然后大家都说嗯，我觉得这颜色不错，但是还是看你喜欢哪一个颜色，就是跟你们讲的一模一样，我就，因为每个颜色大家都有好坏的，对，对，但是我。其实我蛮想要某个颜色的，只是我觉得我算了，我不能讲啊，那就刚刚那颜色啊，哪个颜色？哪个颜色？有猫就买，有猫就买，它应该算有猫吧？我觉得有猫，我觉得有。那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猫？我就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。我的眼睛看到是有猫的，有啊就买。我想到有的颜色啊，对啊，对，就那个颜色。当然 ，of course， 我今天考英文都看不懂，有猫就买爆。我明天要去看猫，期待，但没有买。
那就白色加紫色。这么说跟你说来，跟你之前跟之前你说的话接起来，应该会是那个颜色吧？哪个颜色？你看 ，L Hello， 那全买就不用考虑了呀。喜欢白色也没啥，不就选择紫色不会错啦。我也不知道是哪个颜色哎，其实我已经忘记，因为我穿太多次。谁不要偷懒？没有啊，没有不要偷懒，没有不要。我很爱偷懒的，你们知道的，你们知道的。我刚回家就被抓耶，哪里啊？这边，我看不出来。再跟你说吧，留点悬念才有趣呀。对啊，我直接讲就不好玩了。我的刘海，天哪！我发现我的刘海在往另一边歪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让它歪，歪歪歪。用公鬼 ，Hello， 塔口小猪，因为我从来都不懂，我也不懂，他都不理解我。好久没听到这种歌，好哦。天哪，太粉丝只喜欢套，你们最喜欢套我们话了。然后我以前都会被套出来，那些人，你这样不行。不过两岁妈妈还是年轻人呢。我爸每次会跟我讲说，他老了，他已经跳不动，因为我们家的猫很胖。他说他已经老了，他已经跳不动了。套路，那八月生血值得期待吗？我觉得蛮适合我的，你们喜不喜欢？我当然说你们会喜欢啊。News， 对啊，什么歌？哦 ，Karen CC， 那我们来听吧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第一个，算了，下一首歌。老了，胖了。对，是胖，跳不动。我们家的猫不动不动就走一走就躺下来，它是汉服比较适合。可是我觉得那个不像我，我自己认不出来是我。我想说，谁呀？尬戏服装吗？不尬，我觉得蛮气质。就这样 ，The End， 不说了。应该是什么系列？首次看安安台，好像懂大家安说安安可爱的感觉。你好，是最近真推玲玲的世红。空姐才是真正修的妈妈不认识是不是？会吗？我觉得，吧，其实我空姐我也不认识。但我觉得，我看一下七月，你们还没有说，你们没有说到七月对不对？我跨买，天哪！之后的真的很棒。可，我觉得我的六月，我觉得我的半袖最好看。七月，大头，空间，空姐。不告诉你，笑笑不要再套话了，你不要再套话了。难道说什么？世红哎，世红，怎么了？世红怎么了？屏东 Hello， 编掉，编，应该说2020。2020也太久了吧，我觉得应该快拍，毕竟库存到八月，不好说。认识啊，你们都是那个对不对？那什么告白叫？夜空 sky hello， 你的身体还在团购组那边哦，散户九到十，我没事，这发了。哎呦，我觉得很棒，超棒的，我觉得你们会喜欢。
很神啊，我们的姐姐越来越神了。阿雄才是告白教，阿雄也是小周啊，还是肖少年也想要加入？你当太多了，口罩系列应该不会吧？年代的身体还在邮局，为什么会在哦？寄到邮局，寄到邮局，好酷哦！嗯哼哼哼，你是小周。你是小周，可是你打错字，打错字哦！你告白叫的，小 A， 你要加入九吗？阿雄好了啦，开心很久没来了，嘿，尴尬，打错字，你打了什么？小周，姐姐决定，这里吗？有没有？真的。小周本来也是，所以你现在不是了吗？小艺你现在不是了是不是？那问一个之前的主题，有哪个是陈明提出来意见的吗？嗯，没有提过吧。姐姐够神啊，很神呢、啊、你怎么了吗？现在也是，你二期生比较少看啊，你是看我看最多。等我踩到我椅子，你们有那个吗？椅子会那个踩一下就会固定住，我超讨厌踩到，因为我踩到我就滑不动。每次家人踩到我就会说为什么要踩，难得在施压耶，我很怕你们不见，因为我很在意大家看我。二期只踩我啊，真的吗？太棒，下手慢了。这叫什么歌？我怎么很多没听过的歌？最安静的话，原来是美男。刚那个是 off vocal。红 ，hello， 小时候书桌，对啊，就是小时候书桌。我再一年就要离开家嘞！天哪，天哪！离开这个家，可怕！现在是你们未来都是小周，在场你就单推，最好是你就是最低的那个，没有你没有你不是最低的那个，还有人比你更低。你二期只推，只你说只吗？该不会是圣诞梯那位吧？二期只推啊，真的、哦？你是认真的吗？细胞。因为我现在我那天在询问布丁的意见，我就问他说考学测是不是应该要修个习之类的，对，所以我现在火犹豫怎么办。因为毕竟我觉得在台湾来讲 Hello Miso 袁公公笑笑，对啊笑笑，为什么网络发生什么事？网络坏了，情报真的很广，嘿，可是你是这样吗？你们，我不要乱看 DC 好吗？我没有啊，我就是不小心点进去，然后就是刚好有看到我的名字嘛，就大概是这样。Plus one， 我刚才有在看马术，然后就突然觉得会骑马的都是有钱人，天哪，就是怎么想都觉得说。把马带过去国外很酷，新人店长 ，Hello， 老爷。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可能发生什么事，然后陈宇就来说：“哎，你知道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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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”我就说：“我不知道，因为其实我真的都不知道。”然后有时也是别人告诉我的。Hello， 一匹马都超贵。对啊，最近被你朋友熊妹查水表，熊妹最近很嗨、欸，而且练习的时候我发现她进步很多，是真的觉得进步很多。你看起来不像小周吗？你看起来像小周啊，可是你没有狗狗，为什么？泽田新之助，这又是谁？这
是谁？你好，阿丽好，为什么好会发文哦？我已经没照片了，其实有，只是还没那太还不能发，到时候再说。我觉得有哎、欸，我真的是，我以为我跳完的时候，我以为我被火车碾过，让我被火车碾过哎、欸，那个腿真的走楼梯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、欸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国父纪念馆的电扶梯好了哎、欸，我超感动的，我看着他有电扶梯又没有电扶梯又有电扶梯了，那个心里也激动。他上面要看良辰吉时吗？一定要看的，绝对要看良辰吉。你知道时间发文的时间跟你的触及率非常有大的关系。可是事后滑到还是可以的、啊。最近发的赞有700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还特地去坐电扶梯，不是电扶梯啊，那什么手扶梯。火车碾过，就是真的。很痛哎、欸！哦天哪，然后手就这样，很痛。频率也是重点。要问杨什么？米卡哈喽，谢谢大西瓜送文说礼。超速练习感觉就会练到飞起来。我们那天练习练到后面，然后就说要再挑三首出来练，然后就练了。曙光星空跟梦之中，我就说哈，真的要练梦之中，他说对啊，真的要练了、啊、我就不怕吧，梦之中现在我其实蛮害怕的，歌词到底什么我真的不知道，歌词是什么，就叫做梦之中我牵动比兽在飞去荒漠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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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热血的鲜红，我走音很夸张，一直到最后，不管多久，把希望紧握，不敢罢休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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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完蛋了！希望镜头不要拍我，可是我在中间呢，我在中间呢，完了，我在中间呢，为什么偏偏这首啊？这歌词真的很难欸，梦之中，好可怕哦！久违练习是自主练习，我有老师练的，但是我现在练的都是自主练习。对，我已经去公司一个礼拜了，每天都去公司，只有一天没去而已。谢谢阿雄送我看好你，中中中，哦哟，就打错字，你们这些人，反正你们也听不懂，跟你很常见面，梦中中，糟糕的呢，这谁唱的、啊？怎么那么好听？太严果然。每天去公司，现在放假回来中。对啊，我礼拜我模拟考完之后再回去待一个礼拜，待到公园。星空的错误吗？那我放个歌嘛，因为我要听音乐啊，听音辨词。你们会吗？听音辨词，听到歌才会唱。我相信你们会。差不到了，30天。嗡嗡唱歌好好听哦！我在最近每天都在嗡嗡，你可以唱歌给我听吗？我说你再唱一次，你再唱一次，真的。可是我今天穿睡裤，不行，太丑了。看看，不是我唱，我只会唱我的帕语。真的太好听，我真的听到起鸡皮疙瘩。然后就说你们要跳舞给我看呢、啊，
然后我就说我不会跳舞。然后就是大家就会有个问题说，如果要选唱歌还跳舞，你会选什么？我绝对选唱歌，绝对选唱歌。唱歌有东西可以吃啊，有饭可以吃。可是跳舞大家都可以跳。为什么想着你？哒哒哒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不理你。不会啊。对啊，我的怕。不是因为听日文会忘记中文是什么，可是我不能放中文给你们听。怎么连我都能忽略，从未曾发现自己的感觉。我会啊，我都怕。一哒哒。没关系，我这边后面没关系。我听日文不会唱。什么旅程？2、3、4。没关系，我们会想起来的。我会想起来的，我会想起来的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想得起来。就这样。为什么想着你，我会焦躁不已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弟弟才刚刚送走你，我会守着这地，哒哒哒哒，爱的踪迹。什么？哦，哒哒哒哒哒，真彻底不理你，不理你，不理你，真彻底。对对对对对，现在根本就是要出包，你就笑你，你就来抓，我相信我不会出包的。我们不能立起，但是我相信我 OK， 要相信自己，你就是。你看，有没有？没有了。那你就正常盯着我。那你要看镜头有没有照到我？不是，我真的是那种要现场大家一起唱，我才会唱。我宝杰 ，Hello， 第一次看宫野奇的安，我不能看，天哪！一家，出包没什么不好，表示还可以继续向前，真的有进步的空间。阿基拉，现在这种掌声鼓励，其实我不知道，如果有一天我到了顶点，我要目标要放在谁身上？像现在。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看到什么？结果真抢没你，才不会！你们不能这样。哎，总不可能吧？什么可能跳个接吻，然后没有我？不可能！人家也是有不少事故现场。啊，这样会录唱歌进去吗？会不会没有声音？线上顶你就会知道了吧？对啊，还有时间。我还有好多时间。
你那是创造没有人上来的高墙，让人追赶。嗯，我，谢谢，谢谢阿雄，谢谢阿雄。谢谢，礼貌都吃掉。谢谢大家的看好你枫叶，掌声鼓励音乐棒。好烦哦，为什么会一直吃特效啊？我也想要蟑螂，可是他就是不让我这样啊，他就消失啦。不行，听到这首歌很有阴影，不行。不理你。谢谢红送的枫叶，不会送，不会送你，不会送他你。台中上半年打了513家餐饮业，可能都被我吃掉了。我要被打，太会吃了。我去台北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他说，我好想吃一兰。好想吃一茶哦，加喝咖啡，我不喝啊，我每次都是喝奶茶。谢回，不是回 ，Hello 回回，台中不是要开什么？他没开啊，已经八月了、欸。乌马跟茶六，好问题呢。我台中人没有吃过茶六，台中烧肉推荐瓦库烧肉跟肉肉烧肉，这两个是我觉得好吃的，但是我最推还是瓦库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就是它的分量不多，它的分量不多，但是是好的，品质很好。鸡汤店，晚安 ，NG 拜拜。烧肉 like 那是什么？你唯一谢谢 Ricky， 笑死！谢谢 Ricky， 我救救你 ！Hello， 张敏，你写一层送了可爱海龟，可爱海龟，海龟刚刚看起来有点。像某种水果，这是什么？冲浪失败，谢谢 Killer 送的冲浪失败，有成功的，我之前有说过成功的，今天没吃掉了，我放在这里不会吃掉，但是我在这边就会消失。那红潮我没有哎、欸，哦红果红潮红潮没有，我是假台中人，其实你知道我到台北，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像我比台北人还熟台北呢。今天有人吃烧肉不久。我也没被揪，没关系，没有班就不敢在那边。不是，你不觉得谁吃烧肉啊？吃烧肉，今天有人吃烧肉吗？你说 SSK 啊吗？他们是我的偶像哎、欸，他们就掰了吧。我要跟女神姐女神一起吃烧肉，我们约好了要一起吃。咦，我很开心，真的好巧，我不是路痴吗？谁跟你路痴？哎，可是我跟你们说，我在台北每次叫那个，我叫每次叫外送，然后外送人都找不到我家，因为我每次地址都写错，真的是每次哎，乖乖 ，hello， 我有被找，我很开心，哦。
地址写错是怎样？不是啊，啊就是他定位在那边啊，我就想说应该这里就是我家吧，然后我就定下去，就他找不到。不是吗？我想说他定位在那里应该就是对的吧，可是他没有对。对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家地址在哪，台北的，我现在记得了。我现在知道了，在那之前我都不知道，我都是打开我的 LINE， 然后打开群组，然后看一下地址在哪里。早安，台中金城武，我是台中周家，你好。差一个指标就是安安家了，真方便。你们要干嘛？经验 ，Hello。对啊，可能会差我们的东西，有绝对可能没有啦，好像差一条街。也没有一条街，带一条路。周家是杨雄，哼，你是明金城？明金城是谁？那谁？你阳明山下自救？你新北？你是新北？新北阿雄？这真会被怪成吗？没有，我都给他们，我都给他们。按赞了，我都给他们好评。我每次那个那叫什么搭车的时候，就是那叫什么 Uber 之类的，然后我就一直打开我的那个路线图，我很怕被载走。周公的妹妹坐下，然后演员就是才知道，哎呀，好人啊，成为外送大魔王。我觉得，可是我给他五星好评，下面五星我都给他一个赞。Six， 不知道他们最后会怎么样。主演内丰，我听过哎，但我不知道谁。你板桥板环，杨叔你我都不知道你的性向哎，不是性向那叫什么？你的性别。嘻嘻哈喽，还是会被骂。我又跟他说谢谢，我就说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杨哥哈喽，如果发现不对的话要跳车吗？我要报警。期待你的演绎。不是啊，田中哈喽，吉洛斯基。一路幸运转盘抽到火箭，太酷了吧！不行，那个太多了，原本外送费就比较高了，我不能再多花那个钱。龟山三天两夜六龟龟离合眼，龟山，天哪！好笑，谢谢小强送的。幸运四叶草飞吧 ，Hello， 你是八德路？你说乌梅地富林吗？难怪你都在山顶。我都不知道大谷翔平是谁，什么高中生？那个高中？大谷。1994，27岁，好年轻哦。很帅吗？花卷冬，我没有对，没有兴趣，没兴趣。双倒流，你倒流，大联盟球员。真的没在关注，廉价老公。你是板新元，板新是什么？爱灵果，
隐藏的中二环、欸，我好久没看了，我真的觉得太拖了，太拖了，怎么可以这么拖？哎、欸，真的不是我要讲哎、欸，还真的是拖到我不知道怎么说哎、欸。我现在在看《排球少年》，只看前几集，其实我很讨厌，我会被那个什么《排球少年》粉打，我不喜欢那种所有的里面我。每一部动画里面，我通常最讨厌那个最热血的角色。我不喜欢像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主角叫什么？还是少年主角？那个橘头发的，我不喜欢那种角色。对，我不喜欢运动类这种的角色，我就还有哦，对，翔阳，对，日向翔阳，翔阳好难念哦，日向翔阳。我真的不喜欢那种角色，我会觉得说可以不要那么蠢吗？还有什么像 Muse 我也不喜欢睡那一部，就是我不喜欢为什么主角都一定要那样子啊，就是看起来笨笨，然后对看起来笨笨的，然后就感觉会出错事，然后最后就很热血，然后他是带头 leader 那种，就好哦，就是热血笨蛋，我真的不行。所有角色我都最讨厌这种人。鸣人，我没看过那个火影，可是鲁夫也是我没有很喜欢，就他的那种，他是因为他很强。他的强不是那种强，我双标仔，就是不同的。所以你他都是橘头发，然后就橘头发的个性都那样。他热血就差不多，还真心意的话，心意化的动画会拖鞋，真的这他应该真的不是我要说的太拖了。好脱离，对他真的很可爱，我喜欢那种角色。第二季也是喜欢那个安娜玛丽花丸。你们看我今天的扭蛋抽到的，很可爱吧？很可爱。可是我还在日本有在抽到这个东西，可爱吧？可是我家长蛮抽，我蛮常抽，就是抽到我要的东西。扭蛋小天使，哼哼。我觉得我很会扭，还有什么？好像没有扭蛋。哦，之前有那个啦，光之美少女，可是他不见了。主角不惹事就没有战斗画面剧情。哦，好像也是。你要偷懒？偷懒吗？那你可以买圣诞机。腰尾全都是热血笨蛋。哎，可是。就是不是那种热血纯真的热血笨蛋，是那种会复仇型的那种，会认真起来。朋友出了，是你会挺身而出的热血笨蛋，要怎么讲？我就是纯粹喜欢跟不喜欢而已，但是我就是不喜欢那种橘头发的角色。杰拉尔，杰拉尔是我里面不喜欢的角色，就有那些只会打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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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大吼大叫，真的不行，我不行。养生系列，因为你们是。谁要一对路？中太中了，但是我很喜欢。橘头发谁？我对我很挑。加菲猫，可是我觉得加菲猫很丑。加菲猫，我不喜欢那个加菲猫脸皱在一起，跟那个什么有一种狗。炭治郎真的，而且我真的是看那个鬼灭，我真的是 can't stop，
快点，这剧情布鲁托，布鲁托，我听过。起始终于加菲猫漫画，哪有？你真的觉得很感人吗？可是我真的觉得还好，我不喜欢那种主角就是不行，你不能死这样之类的，然后他就要。他就不行了，你硬要在那边说话，让他早一点断气，你就不能让他安安详详的走吗？咒术回战，哦，可是我觉得他的动画没有，就是第一季没什么剧情，那就结束了。你觉得你还可以抢救一下？就是觉得说你这样跟他讲话，他只会。更快离开你啊！你不如赶快就是找人来帮忙。你在那边哭有什么用？梦想终结者类型，可能是，就是你要接受现实。连巨人看不懂，那是什么？龙珠没有看过。加菲猫那只狗狗。哦哦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。啊，那只哦，那种笨笨的狗，因为配角都会死，因为主角都受伤。那林果你要去医吗？还是看吧，没有看过哎，好可爱哦，西塔，我真的很喜欢那个 CGM， 他们的人怎么可以那么可爱？就是都是天使。天使，哎，哎，玲玲呢？玲玲没追踪吗？没有。充满希望的动画的暗影一个，对，我也觉得说，天哪，就是你知道世俗的。不是社会化的人类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哇，太充满梦想了吧！牛奶妹妹，你喜欢 Milk， 我喜欢 Cita， Cita 跟马 Mink， 好可爱啊！我想知道你们是本来大家会进来推 Team TP 是原本就有在。追本家吗？还是纯粹是纯粹是知道这个团体后才开始追？本来就有追本家奶团饭，居然有本来就追，Team A 二姐穿 TP 饭，居然。TP 才去追本家的，路过有，但本家也没追。以前追韩团的，追韩团的，好稀有、哦，好酷哦，有意外到哎、欸，因为我觉得 Team TP 的风格，因为我觉得 Team TP 的风格跟韩风差蛮多的。YouTube 滑到 MV 开始关注，韩团转 TP， 韩团的也不少，哦，现在还有就是，我是本来就很爱日本，然后先接受本家，再来就是本家，听 TP 是后来成立之后，因为一直都知道有这件事情，也没有认真翻，就是朋友在里面就啊支持一下。什么投票？甄选什么投票 ？TP 什么甄选？你就一起投票，然后呢？哦，对啊，我每天都帮，我都每天都帮成员投哎。我就说帮你们投票哦。你也是 K-pop Team Eight， 早早就追台颜哦，台颜真的好丑，怎么那么丑啊？为什么那么丑啊？我那时候真的，我真的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说，哎、欸，你以前长这样子哦，我就完全
我就会把以前的照片拿出来，然后给就说，哎、欸，这是那集，这是品涵这样，然后我就把自己遮住这样，我说我不能给你看我自己。太有关注，天天投票，感觉差很多没出来。对啊，巨粉哦，马甲听过马甲？那你们知道我在马甲旁边吗？我那时候好秃哦，算一下蛮秃的，是一个高额头。黑历史，真黑历史。感觉上一篇，上当不要，真的很丑。我这可以删掉影片吗？你看到谁？他是包包头。我那时候在场外有看到他，我超有印象的。而且你知道为什么？那时候前面有一台镜头，侧面有一台镜头，我想说我要看这边吗？看一眼旁边。嗯，要看旁边吗？再看一眼。不行，真的太丑了。真的好丑哦！十二岁入团，十二个猴子，算差小的，真的哦。我是真的是猴子吧？差很多。哎，以前到现在长高很多，我没有。我那时候151，现在158哎。没有，我没有差很多。感谢有影片，大家谁分享谁？谢谢吗？我喜欢 Kira Kira。哎，笑笑说他看你直播看到睡着，老叫我讲话就无聊嘛。嗯，你睡着了。为什么不够奶？讲话要在今天呢？我们要来聊偷啦，怎么？今天太累了，真的假的？要不要早点休息？微妙，哎，我真的不是那种哎，就是别人可能。可能要拉票或什么，就说拜托这些种，然后就会，我应该怎么说？我会觉得很别扭。聊透聊，你为什么那么不喜欢猫咪？我们要聊啦。天啊，救命！我会真的天哪，我没办法哦。我看到，如果我看到这影片流出来，我会直接去世，原地爆炸。就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你现在去捡，杨雄，你放出来试试看。你。不是，我真的撕个头啦，做自己，对，我就是，而且重点是，你知道我，你很小心他看到他也会在那边笑的那种，说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做自己就好，就录影片之类的，可以不要学别人吗？之类的。谢谢金城，我送枫叶。不然你吹票走竞选模式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好，我是我那时候几号啊？我那时候一号有点小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号参赛者周詹。2022投票现在已经开跑了，请大家帮我投票，让我前进12名，登上年历。这样吗？我觉得真的，我也觉得差很多，真的很丑。没有哎，我们没有联络。可是我有他的 LINE， 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用。就是，我觉得我以前跟大家都不熟，因为我是一个很
我是自闭的人类，我就与世隔绝啊。我不好意思跟大家讲话，因为我怕，我很怕就是一讲话就是呛到别人，所以选择不说好了。我不是那种人，所以因为我外表真的太冷静，我就会讲，我真的会。拜托拜托，讲吗？请支持三号候选人，作战一人一票，舅舅安安，舅舅安安前进，梦想之类的吗？谢谢旅伴分享直播间，全家都平安。哎，这个很会，笑笑。凯燕自己跟大家相处多久？那时候8月6号，哎、欸，快那么久了，好久了，8月6号，快到8月6号了。但是他不属于我的日子，因为我被淘汰掉了。因为8月6号结束后，11日，没有多久哎、欸，8、9、10、11，4个月。1、2、3、4，转圈。国文朗读模式，那是一家吧？相信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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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开始 freeze。摆几个 pose 来截图，好久没截图了。谢谢，等一下，谢谢豆皮科技送的熊抱。这个字放这边不会不见的特效。谢谢豆皮科技。这首感觉比心，因为这首比较简单。pose。呜吼！有没有寒风？没有。是什么猫咪吗？谢谢小孩分享直播间。神奇的 pose， 是那种。拜拜。我妹现在直接把我的耳机都拿走了，她把它当成她自己。她现在听不到讲话，所以我可以尽量讲。生气，生气要怎么生气？我生气是那种脸会很臭的。你知道我去台北之后，然后我可能就是温差，因为我有一天淋雨，就是去台北，然后就淋雨，然后那晚上就有点小头痛，然后有点小咳嗽。我想说，完蛋，我是不是要去买个什么东西？后来隔天，我想说还好有那个帕布罗，然后吃一下就好。我一直跟我妈讲说，我是要开去买一个快筛试剂。嘟嘴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很久没看阿台，现在读嘴很习惯。真的吗？哎、欸，对 ，Ricky， 好久没有。嗯 ，Hello Sikumaki， 快点要通鼻子。哎、欸，这是我的噩梦。我从以前，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有来日本去冲绳玩的时候，我跟我妹两个人都会发烧，然后就去医院，然后 我那个鼻子的印象到现在我都还记得，因为真的。他戳的太深了，我真的是，哦，我觉得我的鼻子感到受辱，各种嘟哎，因为我们按嘟嘴是一根号，不会摆 pose 的时候就嘟。你不知道受了多少苦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嗯，我吐这样。草坪，专属借个蝴蝶拥
雪的黎明，颜色暧昧的口音。好久没唱这首，已经不会唱。我以前好会唱了。悬在窗里，笑着平凡的场景，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还可以自己音。好高哦！我真的高音，我真的不行。杨雄，杨雄，谢阿贤送麦克风，谢林国松心欲碎草，这是你们国中必语。我不知道欸，我每次待过的班都很含蓄欸，就是我的婢女从来没有人在唱歌。假短发，因为我真的不会假短发。对，那张也是很糊的照片。我身上。我的印象婢女每次车上都在睡觉，欸，永远的睡觉，而且是那种包得紧紧，戴口罩戴帽子，然后把眼睛遮住那种，没办法嘟欸，怎么办？是晚上熬夜，没有婢女我都是最早的。谢谢旅馆送的火箭迷航，谢谢。唱 K， 他没有凹进来，欸，怎么办？他不是应该会包进来吗？这样唱唱唱唱唱。好像没有那种感觉，坏。等一下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你们看你们看。谢谢他口上的告白气球，你没有感觉到吗？我觉得没有。零，零吗？我觉得很好啊。风景。两条垂在同一边，你们假装，因为我不会绑蝴蝶结，就这样。我觉得很棒啊，我超会绑。立体一点，会不会绑？猪猪你。谢谢豆皮氪金。哦，发生什么事？谢谢旅馆送了超级超级多的可爱海龟，谢谢空山送了告白气球。你中了100倍哦，狂哦！谢谢肯尼送掌声鼓励，爸爸送了掌声鼓励。谢谢旅馆，谢谢阿提拉。祝。谢谢阿雄送出去，你有些灵魂上好忧伤，为什么忧伤？谢谢李冠，你喜欢短发？博云 ，Hello， 死亡钟声，哒哒哒哒。我已经忘记怎么跳了，二级生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跳得很可怕，不是啊？你说这条对不对？我也觉得很熟悉。这样，可是我没有，我不适合长短发。
是被很多人讲过。我记得第一次跳不是，第一次跳不是前排哦，因为那个啊，因为哎哒嘎哒，我是二号位，轮流啊。可是我站在第二排的后面，我镜头超多的，我不知道办什么事。其实应该说我对短发有阴影，小学生也时候被剪坏，那个真的是从此不敢再剪短。我现在是没法想象，没办法。你是长发控，大家是长发还是短发？我是长发，我只知道国术是短发。长发，是吧？大家都是长发。哒哒哒，哦，是这样，是吗？因为我是七七第二个女儿，没有，七七是我姐姐。但我的把它长发，我也是，我喜欢我的长发。扬手，扬手，扬手。我刚刚想说奇怪，怎么会有一张传照片？哭给你看哦，我跟你说，不是妈妈吗？可是我们的年纪没有到，七七，我跟他差几岁啊？我跟他差几岁？你不要传那张照片，我真的疯掉。七七，我跟七七差七岁、欸。我家七七蛮会被打，那张超经典的，真的很丑。你怎么会那张照片找那么深远的？哎，我要找记都找不到，你不能这样。我跟你差十，我没有跟你差十岁，我跟他差两岁。杨雄，我现在盯着你，你不能，不要乱来，你不要乱来。你存了，超丑的欸。那可以委托姐姐寄信给杨雄。为什么你天天都考古欸？这是考古，天啊，我疯掉。撕欸，那真的超丑的。苹果，将来呢有没有啊 ？I don't need 哪一台的？杨雄不是杨雄，讲错了。苹果，苹果，苹果掰。你为什么不？对对对对，锅你，因为你一直喘啊，好丑的吗？因为我真的。你们不要一直打开 DC 啦，这些人。叔叔 ，Hello， Hello， 哪里哟？真的不在我这边吧？哎，傅伟，我把这张好清楚，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好吧，算了，放下我们这些人。
谁不会有黑历史？至少我现在不是长那样，好不好？我现在不是长那么丑。你们这些人，你们都是坏人。我是好人，你们是坏人。鲁夫不热血吗？哎，玉婷，你知道我去看《排球少年》，我看到第十几集吧，没有很后面，才刚开始而已。我看完再告诉你感想。我看到第十三集而已。你直接开始八进，然后嘞，你不能呢？为什么会有连结？为什么会有连结？我都每次在找都找不到你们这些人。我觉得只有被放上去，就是那个介绍名字的那个是长得比较好看的，其实没好看，都长得很丑。你听宪明说才来的。哎呀，宪明啊！十三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，我在那边，还好啊，是往，对啊，还好我不是往这边去的，还好。没有，我那时候十一岁，你们不要就说我十二岁，我十一岁。姑姑好可爱哦！我跟那时候跟雷吉在一起，真开心。黄黄的，这是发带，你有看到我短发吗？没有，你没有感觉得出来。因为他已经快塌掉了。杨雄，杨雄，杨雄，我真的把你崩掉哦！我想传讯息。丑，不要开玩笑了。欸，那是我小学制服，欸，你们知道吗？那我小学制服，那件小学已经倒了，它现在已经不存在，所以没有那件制服的存在了。我还没十八岁啊，出人命存，我真的是杨雄，你不能这样。那件衣服我不知道还在不在，但是那个学校已经不在了。哇，我还是适合长发，你们看，是吧？怎么喵，连你都这样，你们这些人，苹果，我被笑死了，谁啦？我是一罗阿龙。你也注意到短发，但早就装了。学。被我毒化！我毕业没多久，没有我还没毕业之前他就被卖掉了。谢谢 Killer 送爱的熊抱，谢谢 Killer。谢谢孙小凯送的可爱海龟。哎呀，欢乐考古时间。手套很丑，删掉了。没有啊，是学校被卖掉。没有啊，是学校被卖掉。对，他被卖，没有啊，是学校被卖掉。对，他被卖掉。
二十年，我看起来像二十岁吗？你们要挽回我的形象，你们不能把我的形象定在一个丑妹。台湾国中化妆都算很早，真的。你们这些人，哎，有被卖掉这种结束方式。太滑了吧，怎么那么滑，什么大佬，不是大佬，加油，反正不太好，我没事，你们假的，原来只有安安跟林一同演同跟台言同期的，没有吧？台言对啊，雨林是亚古波，还有那个啊，品涵呢、啊，林姐，很多啊，同期啊，就一起的好不好？只是我不在而已，就等于说我不是正式的台湾研究生。我们没有讲过话。我那时候讲过话有谁啊？马嘉、雨林，其实我也不记得哎、欸。嗯，台研一期、二期，所以我是二期生。对啊，对，我就是，但是对，但我回来了，这样懂吗？曾经我在，但曾经后来我不在，但我现在又回来了。我记得我那时候阿杰问我说，我们有讲过话吗？然后我就说我们有，我说好像没有吧。那后来我想起来好像有一次，就是好像要吃药，然后我就说你们知道那个吗？帕布隆，有叫帕布隆东西，然后我觉得那个药会回甘，我就这样这样，可是我觉得那药很好吃耶，会回甘这样，这是我唯一记得，但还不记得。我还没事吧？滚！对啊，那个要吃会回甘。女大时期。我那是孤僻小孩，哪嘞？哎，我玩斗篷的时间是晚上两点多哎。几十天？几十天吗？哦，好像也是，不到六十天。哇哇，六十天吧。好吧，差不多。哒哒哒。嗯哼哼。抱歉，我跟你不熟，考驾照啊。然后喝饮料啊之类的。十月九号才十八，谁跟你十八？现在八月。哦，十八，对啊。两点多那大概遇不到。雨萍超早睡，是我真的认真觉得很早睡那种。考虑一下，茄子哈喽。高飞，
妈妈已经放任你早上睡觉。我是我爸妈应该不知道我早上睡觉，没有，但我现在没有，我现在两点多，我的眼睛不行，我不行，我撑不住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干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那要不要早点睡？玩到有，我通常是在看动漫的时候，放着放着，我不行了，我等下闭一下，我用听的，然后我等下就睡着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跟小星星讲比较多话还是他？小星星啊，当然是小星，小星星。台烟那段时间才几个月而已，小英是待了快两年，但是论快乐度的话，台烟吧。对对对对对，起来考自然，然后我就睡到12点这样。对，有一次就是我在看那个《荒唐分局》，然后已经看到下一季去了，我想说。是谁偷用我的账号就是看的，然后我就想说好像是我睡着了，这是什么文言文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我完全没有遇到过。小星星有吃推荐值得关注的，就是我觉得我跟他风格蛮像，就是颇尬，颇尴尬，真的就很漂亮，漂亮型的美女。我想说奇怪，我的充电的怎么不见呢？被拿过去了，没关系。她长得好漂亮，女神，真的女神。我来听听还有什么歌。哇，手牵手，手牵手。
牵手。好吧，让他播。我觉得对我比较尬，他是有学问的尬，我是真的笨的尬。一起分离开我的家，还是要家。耶！呼呼。爸爸害怕一切都没去发生。突然那阵刺破大象，等一下，你想讯息。好了。风景。哦，那海岛上这片。嘿嘿，呼呼，但是呢，找了家，没有，我在台中。聊的是你话，小猫先就穿脚叉，等第一次同时接单，真是万年猪猫叉。没有，没有蟑螂。我昨天就跟陈宇我说台中出现蟑螂的频率是一年大概一次到两次，我去年没有看到半只蟑螂，好像吧，好像没有，大概一两只蟑螂。然后我在台北是一周三只以上。干嘛家？台中欢迎你。走在路上，蟑螂也是会怕子弹，就是不常看到蟑螂。对。哦，好，嗯。我也想跳这一段，可是头感觉很晕。而且很可怕，这蟑螂都这样哎。当下昨天，唱出来，唱。五号五号五号，记忆在转动。地表会自颤动，探索地球大洲。呼呼，哒哒哒哒哒。新话学了卧吼的舞，想说右手好累。哎有哎，我一开始也是哎，我那个卧吼刚学的时候很累，那个我好像我记得我是这边这边，然后就觉得哦天啊太累了。谢谢宝宝的追踪，是说好的，谢谢雨萍，雨萍晚安，好早，真的好早，好早。没有二三年级的迹象，好可怕哦！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好像之前有讲过这件事，反正就是之前熊妹有来住嘛，然后就是洗手台不是会有一个滤网嘛，然后那时候熊妹好像在吃什么饭，然后就留下几粒饭。我想到我早上有看到饭粒，然后说没关系，晚上回来再清。就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洗手台有一只蟑螂，这么大只的蟑螂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饭粒直接不见了，
好可怕的。我有点学那个 wave， 差点闪到腰。可以假装 wave 啊，可是坐着能 wave， 不会，坐着不会 wave。你桌上比较小，有这样。我昨天晚上，前天晚上我起来喝水，看到这么小只，很可怕。我喷药，可是它不见了，真可怕。现在蟑螂就啊，台中只有一中风景，热闹吗？不知道哎。我是假台中人，因为我都不在台中。对，我在台中。谁腰痛？昆虫的生命短暂，我们互不打扰。有红包哦，太棒了吧！肩膀还好吧，还是有点痛应该好。很难得你知道吗？平常不会有。嗨阿冠，那我要来宣传一下，小宣传，大家可以把居家女友的票投给我哦。我是佛系宣传，就是大家量力而为，不用太执着。谢谢谢谢阿冠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茄子送的行李箱。对，明天有公演买票，大家可以到 KK Kids 上面去购买线上公演，第一次的线上，拜托。就是我觉得量力而为，防疫安心价500，就是我不想让大家破费去为了投而投。那一段完整拉票吗？先不要，之后可能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再来。可以全餐了，拜托，我不是娃娃音系的啊，你为了投而投，投而投，投而投，蜘蛛仔很多啊，是吗？是的吗？真的吗？就真的量力而为，真的，我觉得不用为了对佛系宣传。非本人使用中。Hello， 大家，线上公演没有人，对，就是可以慢慢抢，也不用抢，慢慢来，一张一张的给他按下去。我们有 Bellflower、Daisy 跟 Sakura 组，大家可以三组都买，三组都可以看到我。我的主要场子是在 Bellflower 场，是8月16号的。晚上，我有抢到吗？我抢得到吗？我抢得到吗？哇哇，酷！我没有抢到呢。谢谢大家追踪。那如果只买一场，推荐 Bellflower。忘了英组，英组可以哦，英组可以买，超组也可以买，橘组也可以买，三组都有，对，三组都有我，就是。都可以来看看，可以找，就是看完之后下次可以再看要选择什么。是8月16吧？8月16不是是8月14对不起 ，sorry， 8月14，我忘记了，8月16是我要取消那个免费的那个外送那个，记错了啦，哎呦，对，三组都有我。
但其他两组只有可能只有一点点，不好说啦，就是你们看完之后就可以知道了。你可以把一定要提醒记得去想，好笑，因为我设了一个提醒在8月16号，就是一个月 ，sorry 上班，啊，好吧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把8月17号，不是8月17，8月15号的，没有，想说免费试用一个月啊，结果我放下去台北都没办法用，不用举扇子。你们可以连线啊，连线一起 Tiger Fire Cyb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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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驾驾会是直播吗？对，是直播，线上直播，好像是应该是专业的那种吧，我觉得可能 IG 粉丝小盒子提醒服务，对，8月16线上会议，两分钟。我相信之后会有机会，真的。专业的定义是啥？专业不好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安静要放下镜头，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到时候会是什么样子。就各种816，像直播现在来看，在什么 KK 什么，在 KK 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为什么抢不到？你们这些人太过分了吧！KK Tix， 对，特写镜头犯傻超香香。等一下看本家终极密码，我不要。你们再告诉我结果。完了，反向业配。什么什么好派？我刚刚讲了什么 ？KKTix， 下次不知道。对，就是详情可以上。可以向我们 AKB48TP 的官网上查询，上面都有资讯。我觉得可能不会有哎。请支持正版，谢谢大家。谁抢光啊？哎呀 ，Ricky， 看来是你了。有些去，对啊，就是多来几次就会了。好多人哦，现在线上比赛你会退款？群聚你们不能，你们可以语音群聚，但是不可以人群聚。你去拿一下充电线吧。不知道说什么。博云 ，Hello， 谢谢分享，怎么谢谢剧？不 ，Hello 剧。其实上网找抢音乐盒，对，可以记最基本的可以先学。反正会有人喊啊，有下一酷搜，然后你就开始喊 Tiger。没有，那些应该是什么？好吧，
对，打偶像的什么就有了，太棒，不会抢到。谢谢追踪两个账号。对，反正就是前面不会喊没关系，就是反正在后面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就可以喊驾驾，喊驾驾就对了，你就可以觉得说你有念喊空。AKB Mix 没错，含糊不清的也可以，因为其实大家都戴着口罩，所以如果你来现场的话，不会喊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加加，再来念吧。第十名是博云，谢谢博云。第九名是阿贤，谢谢阿贤。第八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第七名是 Taco， 谢谢 Taco。第六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第五名是 Ricky， 谢谢 Ricky。第四名是阿雄，谢谢阿雄。第三是旅冠，谢谢旅冠。第二名是 Killer， 谢谢 Killer。第一名是豆皮科技，谢谢豆皮科技。一手超主叛徒，什么东西？听到超觉得卡哇伊就喊安安，对，就这是卡哇伊安安。对，然后说到米手这个人，你就可以想要豆花这样。谢谢男士包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感觉我今天话题阿雄搭不上，会吗？谢谢，早晚安，早点睡，年轻人早点睡。什么练？后面稍微，因为很广。你们喜欢聊什么话题啊？我真的很好奇。但是我听不懂，脸口上。我多年轻。米手要再请一次豆花了吧？好甜。喜欢跟我聊天。闪亮闪亮，抢红包喽！抢抢抢抢抢抢！是你们网络比较快啊！谢谢追踪，第一次朝圣，为什么是朝圣？朝圣呢？跟你聊天聊啥？对啊，就是想要跟我聊什么都可以，基本上都可以，比较奇怪的不行。如何瘦下来？这个很难聊哎、欸，因为基本上我是体质，天生的体质。对，你们也可以跟我谈心啊，虽然我不确定能不能帮到你们。其实因为我的直播，我觉得是比较偏向真的是日常型的。对。你跟我聊聊减肥这些，我没办法回答你，因为我是真的没办法给你实质上的帮助。听你讲话就很开心，天哪，是这样吗？微积分吗？就是我的点，不要聊到数学。正常的一般人的谈话内容都可以。怎么看这次网上公演？详情请上 AKB48TV 官网上查询。因为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在现场表演，所以详情请上 AKB48TV 官网查询。很数学，而且因为很多人大部分的这个话题很难。数学怎么办？理工正常讲数学，
因为我是数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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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对数学过敏。对，大家可以就是，我可以给你很现实的答案。我是一个很现实的，也不现实，对现实很执着的人，已经放推数五十。主播历史跟地理哪个是我的专长？历史吧。聊历史法写怎么样最有效率？怎么样最有效率哦？就是假装忘记有这一题，直接跳过去。其实我现在，我跟你们说，我高二下只有写过一次历史法写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每周的考试我都没有办法考。应该说每个月就只有一次历史成考，然后我就很不巧都有事情，所以我都请假，就都不用写。自然生物过敏吗？你跟我聊昆虫可以，但蟑螂、蜘蛛奇怪的不行。但是昆虫我觉得这个不太好。因为看到浣熊先生的限动来的，真的，浣熊推广成功哎！天哪，陆婷 ，Hello，Hello， 那个很喜欢，我可以听你讲。独子君，男人全都像是一只。这是一首歌叫做《独蜘蛛》，这是我们 Reset 公演的第十首歌。想要看完整版的可以来 Reset 公演，应该会喜欢。Reset 公演的歌很多很好听。我想用安游戏中，天哪！天哪！你觉得粉丝氛围会影响到你要不要推这个群？那你觉得我的粉丝氛围很好吗？我觉得我的粉丝氛围很好，很 peace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第三首歌，有一个东西，来，现在请打开你的 YouTube， 然后呢，你可以搜寻 AKB48TP 现在最新的影片，就是那首歌。谢老爷追踪，很 peace， 很和平。就如果粉丝人很好，就不会怕生。我觉得我的粉丝人都很好耶。你也是因为浣熊，真的假的 ？Oh my god！ 香港，天哪，女神你！因为我的女伴蛮少的。歌名说出来，跟你说。想看到青春活力之外的歌，像是母汤歌、抒情歌都能那个公园看。对，什么叫母汤歌？谁跟你母汤？爱女犯最好是啊，养熊，你不能，你们都有熊，就这样好不好？来了，抢红包，做一包了。我都没跳出来，有26262626，碎呀！你是因为 IKEA 过来的，对，虽然 IKEA 现在很少来，对。你是从嗡嗡那一块的，哦，对，我也要来推广嗡嗡。嗡嗡是一个是跟我同组的 Bellflower 的二期研究生，然后他的专长呢？他的专长是唱歌，就是你听到他唱歌会觉得哇，这是比赛型选手的那种。对，大家可以去他直播间听他唱歌，可以点歌。虽然他的直播延迟速度蛮大的，可能落差会到30分钟。嗯，对，对，他现在在吗？然后我现在来发一包给大家的红包。
先发粉丝团哦，先发个粉丝团，等一下是北购。好的，然后再来追踪。我已经快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再发个大概三次就没了，没有，大概两次，好少，怎么少？鹦鹉艇，他上次真的很夸张的延迟，但他唱歌真的很好听。抢不到，因为现在人蛮多的。谢谢，不会，谢谢你们。主播抢不到的红包。对，其实我想，我你们可以提醒他，就是说不用每一则留言都回复。嗯。他写的是沈枫叶，生日蜡烛，光明的。没关系，下次再来。问自家偶像比较，谁比你有钱？我超穷的，因为不是我的钱。哇，谢谢胸膛 Ricky， 谢谢谢大胸膛 Ricky。有人试验过？验证完还抢得到吗？就是要验证完才抢得到啊！说了很多次，我很对啊，我觉得要跟他讲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太拖。以上往来，良好互动，默默还是不自觉。对我发现他会讲，可能讲到牙刷。他可能是从牙刷这样，然后到很远的地方，就哦，然后再下一则留言，就是不自觉三十分钟就过去了。但是他的特色，谢谢再送可爱海龟。哦，我的脖子，哦，对，他现在还是没有回我讯息，我通讯回讯息。真的要回讯息，他都不回我讯息，我真的很困扰。他回我讯息时间永远都在我已经睡着之后，就是那种补习班会跑来问问题，但是会我吗？没有，我通常问问题，我不是很能聊的人哎。就你见过我本人问。
像你朋友笑笑都安安你好，几岁住哪？可以嘟嘴吗？可以嘟嘴吗？你继续打招呼 ，Hello， 我是天天这样。今天天气真好，你今天怎么来的？你昨天总不能说你昨天住哪里吧？就好像有对个粉丝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昨天住哪？”然后对外线是粉丝这样讲，就想说奇怪不对。纯粹公园，嘟，脑子。你可以下次来看看，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不会被拉走的。你问案时间根本不想完成。先说第一件事来，好累。我刚换衣服。今天事故吗？对，你们招呼。那你今天事故吗？我会跟你说没有。然后就一阵沉默。反正不会走一下。你今天衣服好看。嗯。夏天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叫我跳舞给你们看，虽然我不见得跳出来。嗯哼。当夕阳。对，现在跳这个，跳那个。不要忘。就看到时候五单的握手会吗？是五单吗？一二三四五五。下次该带学测题目去握手了。安安有念书吗？只有跳哦，吹笛没关系。我下次再试试看有没有更可爱的发型。好了，我要关，我已经播两个半了。大家晚安，再睡哦。但我相信你不会早睡，因为我不会早睡。帮你扇风，拜拜。下一题啊，月婷晚安，小李晚安，小小他们哥小小，夜光洒豆科技。不不不不，付微信，不不不，播一下，不，你要下班真的辛苦了。这样说拜拜 ，Kilo 拜拜 ，OK 拜拜，拜拜。我这样一个打招呼会不会有人走心啊？大家拜拜，晚安。お疲れ様でした，辛苦了。晚安。你才刚刚最好，拜拜，晚安。周家湾，我手去对你叫我周家湾，好烦。